63年，古巴卢坤爷爷六六刚上中山书记爷，年年因努白书压线前，年年随便推卖不挨过。这是马拉西亚那个单人庙庙长提莫格雷斯拍照要嘛，今嘛披露开发的。巴蒂军路，对，开嘛昂罗阿没，接两罗阿没，断两罗阿没，哪里乌乌沙贝比罗，龙马达里，那趟那生啊，预告过嘛，今朝路。 六道铺子嘞，是啊是，是啊，龙南。你看那外国，苗族的democracy，派出派文队，不嘛，南安龙山呀，江南他们家派文队呢，派些滴滴嘛，南安一路跑改派没水队，送你做都要开家吧嘞。不晓得，那嘛，那边那边那边，没给你的哦，要家里的哦，有家里哦，有的没的哦，反正嘛，你们在干了，你们这些都不得呗。 南安人经常好多撇得过年年物价来，你看那比如亚的医院结果，咕噜飘飘多话嘞。那么，对嘛，什么呢？对啊，那大的，democracy是呢，个共和路嘞。那你他牛来把的路，送上来的路大可以，变来也是不。哦，当三书记个文言文哦，我摆来先查，去搞会，干了吗？ 你要耍呢，我也没，偷工减料，哎，有这点呢，比如家嘛，上面开进去吧。Democracy的卢坤爷呢，年年也带部队嘛，在对出这一开家嘞，沿线路比如的对，我那前天买票，多么的年代公布开家吧嘞。你看那嘛，只要拉队的个，没得要那么一头开家比，把个咱江南的钱瑞哥当面公布的说开家吧嘞，怎么样？